是什么东西啦？欸，那只猫欸。好吧，最后一场了，我们来玩点，玩点，我不知道玩什么欸。嗯，好啦，这个派对游戏，好好奇我会选什么角色，什么什么角色？哦，你说大富翁死吗？孙小妹吧。我以前试的时候是喜欢那个啦，宫本宝藏，可是觉得这个孙小妹好可爱哦。刚刚不是浅浅在叫啊，刚刚薯条啦。哇、哦，好大声哦！声音太大声了吧！我是想到我上次被人家打出去，可以打了吗？哦、oh! ！哦，我讨厌这个。按下两下空白键。我是不是没人了啊？没朋友了、啊？怎么看不到人啊？什么？用手中的蓝颜色？哦、oh. ，等一下，这 party 总是都没人了啊！好啦好啦好啦，你好，好，我要准备换了，等我一下哦，我要这个嘛，静音。好，我先静音，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哦。
好的开始。重点是会不会有好的开始，又是另一回事。我要朴实无华了。哇，小美被选走了，那我要。我是谁、啊？反正要小美，我可以选别人。没关系啊，击败金贝贝。我也很讨厌金贝贝，好吗？大家都不喜欢金贝贝，金贝贝好可怜。对啊。好了，我就是感觉装可怜，然后结果自己很猛，有没有？你是因为上一场的阴影是不是？不不不，我一直都觉得他是这样子。打打打！大王登场了。今天又第三度大富翁的，我要铺十五花。等我一下，换一下，换一下。好、哦，有人偷换 skin、欸。我看一下公主有没有？公主也有 skin、欸。公主都有啊，都有啊。嗯，你看这每次都不一样。所以有人选公主吗？啊，你要选给你啊。没有，不用，那我前夫人好了。好。哦，铺十五花呢？你们每个都要铺十五花。我要铺十五花。你是公主，我是国王。好，那个嘞，那个佣人呢？佣人跑去哪了？谁是佣人？谁佣人？谁是佣人？前夫人当佣人。啊！我要服侍无华嘞。大家都要，那不然就小美好了。哇，你这个衣服也太奇怪了吧！超朴实无华，真的哎！然后我们今天地图终于换了，我们终于不是玩夜晚的巴黎，我们两次都玩夜晚巴黎。那这么刚好，这次换完宝岛，哎、欸，嗯、來看一下宝岛的。哎、欸，跟你们说，物价是15天就涨一次哦。好，然后快三天。来看新角色能力是什么？好好奇。哎，对耶，对啊，我没在意能力的你。这个。OK， 这是叫什么名字啊？这是莎拉公主。莎拉公主。哦，我想偷，哎、啊，不行，我要先甩哈。好了，我先甩。这声音好惨、哦。这条路也太直了吧？哎，白痴哦！你好幸运哦！我太幸运了吧？哎、真的哎，哇！就哇！一开始就神附身哎、欸，真好。真不好呢，有神呢、欸，不要啊！哎、欸，这边的大地也太多了吧？你看，嗯、哎，不要这样，也太多步了啦！啊，你没有地，你没有土地，我没差，对，朴实无华，嗯，哎、欸，好像大土地超多的、欸，哇，哇，你起始钱加50000哦，对啊，哦，很多钱、欸，不输贵。当然是直接买下来，哇哇，这个人，然后改地卡改成公园，跟你讲，养更多的鸭鸭，没有，现在不是鸭鸭是钻石了，钻石哦，你这是钻石啊，你现在没有说不是改造的话就鸭鸭哦，对，会变鸭、嗯、会变鸭，去死啊！我觉得我一定会踩到，我要清掉，哇，你前面好多只哦。对啊，真的是。哇，你怎么一开始就有乌龟啊？慢慢讲。哇，买投资失败？没有，这小穷神不会。太爽了，你们！来来来来来，入狱三天，所有女人。太刺激了吧？好了，入狱三天呐、啊。钱最多，钱最多。谢谢。我的天哪、啊！一起做，一起做、啊欸！他刚刚是说什么？我的回合，杰克的回合啦。他哎、欸，没有、欸、他的那个条件是什么？刚刚卡片最多的人。哇，我们大家都用一张啊！我用一张啊，是三张。哇，谢谢我的回合啊，我的回合啊！还买卡片？买卡片喽！这个人哦，啊，快快快！快快快快买光买光！多久啊？多久？要多久？要走哪里？快点！多久？哇，好可怜、哦！怎么又换我啦？快点！你要选多久？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好，走走走！太爽了吧你！哎、哇，这个人又拿到一台机车哎、欸！太爽了！哦、我要点自动咯我
我要自动打。我怎么又是你？快点！快点！哎呀，每次都在等你。真的，你看，真的是哦。哇，你的乌龟卡才用掉、欸。都在坐牢啊！对啊，我的乌龟卡没了，都是他、啊。哎、哦欸，我要发展东部，你不要买东部啊！我要买，我要买啊！我买 Moco 的家。哎、欸，我要发展东部啊！哇，直接盖一层哎、欸，这個、人、欸。小美出来了。小美想去哪？小美，小美想要六步干嘛啦？嗨呢，然后等下走错边。不会啊，他只遥控骰子应该是对的吧？走对地方。欢迎来到大丰银行，领钱喽。公主是那个啦，好像是穷衰神吧？好像是衰神附身会少三天的样子。哦。嗯，财神啊？不是不是，我怎么财神？财神还要少三天哦，太惨了吧？谁要用他、啊？他的两个被动是公主气质，穷神虽神附身时会少三天，然后财富起始金额增加50%。对啊，好像蛮强的哦。嗯，我要走这里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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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喽！既然我的东部计划没了，我就只好往北发展了。嘿嘿，随便啦。随便啦，好啦，买的啦。你要跟他抢东部了，冲啊！来了，哎、欸，你抢东部啊？拜拜拜拜来干嘛的？哎呦，你这这么会踩踩那一个哦、喔？对啊，有人要盖了啦！哎呦，有人要盖起来喽！盖起来喽！我忘记我那时候盖上毁了哎、欸，干嘛？陈杰啊？想要石油还是？打架，我记得是，没有，哎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公园，哦，你要证券啊，台北证券，哎，正常正常，刚好的，蛮刚好的，哎、啊欸，那个杰克啊、哦，你害我刚刚坐牢，偷一张卡过来了，然后偷拿去，哇，偷这张我没有很喜欢，哎呀，炸弹，不喜欢，你可以放前面一点。放前面一点，就是你的屁股后面一点，哦、oh, ，可以让杰克踩。你是说，你说这里吗？这他有、欸、他有摩他有汽车啦哦，对啊，他有车，我有车会一定三个以上啊，对啊，啊还有金酸哦，两步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哎呀。没有这个就是入狱出来之后有几率会踩到，超可怜。在住院吗？对，在住院。跑什么啊？哦，哇哇哇！啊，怎么差一步？哎，夸张了你！盖起来！你这个夸张了。踢老阿土！哇！哎呀！啊，2000块还好了。2000块，贵耶！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知处常热。是不是要甩个二啊？哎呀，你怎么按错了？真不小心。哎、你应该甩个六啊！我应该是要六才对，我按错了。真是不小心，你怎么这么会按啊？不小心，不小心啊！白水、啊，那我允许你不买那块地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哎呀！哎呀，你也要买了！哎呀，哎呦哎！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有人都证券了吗？那我来挖个石油好了。哇，我忘了石油是干嘛的。台南挖石油，干什么啦？我中了，没还好啦，前期升级。嗯，我也只有一步可以闪，一个骰子可以闪。等一下，说明大型建筑，请问那是改建吗？不是。哎呦，请问那是改建吗？不是，是换屋。四步，哎呦，来得贵啦！哇，1600，哇靠！哇，这个人有钱就好了，还在那边闲，真的是哈？怎么的？哇哦，哇，你也太爽了吧！这么刚好、哦，嘿，当然，超夸张，哎、欸，三块大地都你的嘞，好神哦！三，哇塞，哇塞，
杰克前期好吸仇恨哦，怎么办？给他死了啦！哇，大福恨哎，弄他啦！哎，弄一步啊！你换屋啊！你换屋啊！你换屋啊！你把你的石油换走啊！换屋也要附近吧？嗯，不是没有没有他的大地啊，哦是要他的大地哦哦哦，有车耶哇！等一下啊、哦，哪个比较近啊？等一下等一下，我先这个，怕什么？都没在怕了，那干嘛？哒哒哒哒，哎、欸，你好，你好会哦！哇，机器人好会跑，怎么办？好厉害、哦，太聪明了、啊，这机器人，这机器人会读心哎、欸。真的，嗯呀，啊，你看我走就走这边是怎样？对啊，走另一边。你要去哪里啦？哦，你好会踩哦，想你干嘛？对啊，哎、欸，走好快哦，被动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小天使主动盖大地是大地是盖公园吗？不是，没有、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可以选，我可以选哦。哎、欸，小天使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有小天使吗？有啊，然后小天使在我前面啦、啊，就只有天使而已吧。哦，我要来买机车。嗯嗯嗯嗯，靠，我感觉我会第一个。只是小那个小天使随便帮你选一间。有的。如果是帮直接帮忙盖公园，我就帮你盖了。我买改建卡。好啦，这里啦，我买大量的改建卡，把它改掉。改掉，公园绿化，走喽！这是一个绿化环境，啊啊、这天使而已啊。对啊，天使。他没有，他可以直接加盖吧？对啊，直接加盖，不管是谁都一样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你去帮他盖啊。嗯，我不知道他盖成公园还是盖成什么啊？会你优先选啊？哇，先选两个改建呢、欸，夸张！来啊，路遇啊！来啊！这场都陆狱啊，来啊，来啊，重剪啊！不要陆狱哦！哎、欸，没钱了，完了，至少你没陆狱啊！完毕哦！哦，免费卡，免费卡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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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我出狱了，真爽！看一下哦，啊，哦，拜拜。六五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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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看我的机器人，转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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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！会转弯，哎呀，怎么那么可惜？然后又要走这里，我没有现金啊，碰，哇，开车喽，好车喽，开车喽。跟他说，真的需要零钱。有交通工具的人，通通注意。走喽，五步哇！你哇，你三哇，你好会哦、喔！你是哈记哦、喔！哇，罚三万好多、喔，关我什么事？哎呦，前面有一个好像还不错的东西、喔、哦，土地公。对，土地公。哇，我怎么那么会踩啊？我都踩不到东西，怎样？很棒啊！很棒啊！我怎么走这里？你去离岛，你去金门了，你去金门了，去玩，出去玩了，出去玩，出去玩，出去玩！哇哦，狗狗可领钱了啦，白痴、喔！哎、欸，你前面就有5000块啦，不用领了啦，5000块就可以活一生了啦，对啦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他可以活很久、欸。下雨了啦，你买快一点啊！好啦好啦，我买快一点，天气就不好了，5000块。哦哦哦！你走开！不会啦，二四六。OK， 哎、欸，这里就清到了，哎、欸，清到了。六步，一步，几步？走，一步。哎、欸、嘿，太会指了！哇，他可以直接干！哎、欸，饭店呢、欸？随机耶！是随机耶！噗，给他死啦！哎、欸，你这个太夸张啦！哎呦，他想干嘛？哎，两步，我也是两步啊！抢占土地，有没有本事一步五步啊？我要去离岛发展了。对，我是离岛 YouTuber。有你在金门了，你在金门。不
行啊，你怎么那么远啊，可恶。不。还有狗。你要干嘛啦，没有要干嘛。欸，我的地好像只有两个欸。一大一小欸，我的天啊。嗯。没有，我都给你们钱了。两步玩游戏咯。好。可以控制什么？右边，哎、欸，居然没接到！哎、欸，欢乐送哦，可惜。接一下，你看那个大的，你看那个黑黑的，最大最大，我再接，我再接，黑黑的那个可以加一万分哦，真的哦，可惜我都没接到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那么多？没有，我知道你们讲说怎么弄它，可是我弄不到，可恶。他跑太快了，哎、欸，真强的土地，太爽了。杰克是谁找来的啊？啊！看这仇恨值满满哦，太远了啦！你走太远了，你去买台车嘛。我有车都追不赢啊！哎呀，快通通改成公园。走，两步。好，开始买了，开始买了。随便啦。买起来，好，买买买，再盖。哦，又换我了，倒倒镜啊！啊，可恶！哦，啊，你自己的啦。哇，你该不会真的离岛都你的吧？啊，没有，来啦！陆遇三天，为什么是男人？玩偶啊！唯一的男人，真的是唯一的男生。玩偶啊！冤枉哦！十号没有人中奖。我一直讲他的音效超是魔力宝贝的音效、欸，对，有，我有感觉到有。你要弄我什么啦？没有，没有要弄你，没有弄你，我没有要弄你啦。最好真的啦，我都没地了，我地好少。你跟我讲你没地，我的地好少。哇，他又变成戒指了，他变戒指了，变戒指了。嘿，哇，爆骰，大爆骰，三。得了，快乐、欸！太爽了，全部都是你的大地啊！大地都他的、欸，搞死他啦，搞死他！弄着该搞一下了。我的天哪、啊，怎么会转弯呢？直接往上转、啊，多好，右转的变左转呐、啊！怎么会转弯？好笑，天哪、啊！啊，不是应该右转吗、啊？哎、欸，我的炸弹放了，自己啊，好准哦！哇，啊，我发现公主讲话好好烦哦。换神啦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今天的运是不是有点运气爆棚、欸？哎，你完蛋了！运气爆棚、欸！哎，完了，你明天会被狗咬。该弄死你啦！干嘛啦？这是什么商店、喔？研究所、哦？研究所？哎呦！送神！送神！啊！你可以把他送走，你可以把他送走，你可以送走，可以送走。哎哎、欸欸，可以这样哦、喔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把他送走啊！哎、欸，可以送他的、喔？对啊，可以送别人的、喔、哦。可以啊，可以送别人的，不可以送别人的，我一直只能送自己的。啊！不给你捡，好，福神也不给你这样，通通都没有。商店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听到可怕的笑。你看你买什么、啊？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哇，这么贵啊！很贵哦，贵伤伤。我要回离岛了。一个住院，一个坐牢。嗯，
哇，这边都你的地耶，都是黄的耶，都黄的还不弄死乌龟耶，对啊，哎、欸。